也不行。韩国早训练了我。昨天入住了汉阳大宿舍，然后我住的是很努力玩的两人房，然后昨天就把全部的东西都擦过一遍之后，把我行李全部大概放进去，大概整理完了一下，所以现在就来给大家介绍 room tour 一下。好，这边是我们这一层楼的走廊，但每层楼走廊应该都长得差不多。然后汉阳大是密码锁，锁起来，到时候会设密码这样。然后走进来是学习班，这边就一样有很基本的鞋柜跟一人一个衣柜。你干嘛？然后这边就是厕所，厕所就是大概长这个样子，其实还蛮比想象中干净的。然后跟床还有上面有柜子，然后下面这边有柜子，我觉得收纳空间还蛮够的。这边有还蛮多可以放东西的地方哦。然后桌子有点乱，抱歉。然后这样，我这边是二楼看出去的景色啊，窗户好脏。好，反正总之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这边是暖气还有冷气 ，good。충전 저는 여기서 충전 네 설명 감사드립니다.
bright.